是他让新月去拿的合同。是我爸他。别怪你爸，你爸这样做是爱你。新月肯这样做，也是因为爱你。四月，新月是个不错的女孩子，我了解她，她很骄傲，她能这么做真的是很不容易了。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去看看她呢？你爸跟我说，你是想让她死心，对不对？四月，这件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或许，我也想让自己死心吧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苏安？你怎么知道苏安？你爸爸都跟我说了。也不全是。那是为什么？我妈离开我的时候，我才四岁多一点。可是有些事情我还模模糊糊记得，我记得我很依赖她，以至于现在都忘不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很怕再让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，怕我接纳她之后，她又离开了。直到遇到苏安，跟苏安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很踏实。我觉得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共度一生、永远不会离开我的人。但是，他还是走了。我不知道。真的很怕再去爱一个人，很怕再离不开一个人，那种痛苦我不想再经历一遍。经历够了，我没想到你妈妈当初离开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还有他的原因吧。要是你妈妈知道了，她一定很难过，一定难过的。啊，四月，我一想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你说。就算你现在再怕去接受一个人，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永远过一辈子啊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必须去战胜你自己，面对生活。其实，像新月这样的女孩子啊，不是随时都能碰到的。你不要放弃属于你自己的机会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不是不爱新月，你是要战胜你自己心里这一关。对不对？听阿姨一句话，把过去的忘掉，面对现实。如果要是你妈妈和苏安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，我相信他们一定都很难过，也会不安。去看看新月吧，就算是朋友，你也该去看看他呀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别这么小气，嗯。他在监护室，去的时候别忘了买束鲜花。替你妈妈向你说声对不起。都过去了，
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你好！他来了。张总你好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是来请罪的。到里面说吧。啊，好好好。新月偷合同的事，是我让他去做的，与他无关，你不要告他。哎，张总，我求求你。我没说我要告他。啊，那就好，谢谢你，那我走了。等等，你拿回去还给思远吧。这怎么了？不想要了？哎呀呀呀！哎呀，真谢谢你啊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了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说到底还是我们家欠你们的，我不想再欠下去了。说什么？你跟婉如的事我全都知道了。哎，那是以前的事了，我没钱又要玩古董，害得饭都吃不饱，还要到处赌债。我只是有个疑问，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要离婚？当年他经常闹着离婚，我以为他闹着玩，结果有一天我一时生气就去领了离婚证，结果第二天他就跑了。这么一跑就是二十几年没回来。你跟思远过得还好吧？我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小孩怎么会过得好？不提这个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，但是我有个请求。什么？毕竟这是上一辈的事，我不希望这件事影响到我们的家庭。我想思远和甜甜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好。这个我知道，谢谢你啊，我走了。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你可以找我。我想以后不会了，谢谢。婉如，老公，谢谢你。你好，买花呀？请问要送给什么样的人呢？先看看吧。如果要是送给长辈的话呢，康乃馨会比较合适；如果送给朋友，百合花什么都可以；如果要是送给爱人的话呢，当然是玫瑰花了。你要哪种花呀？就玫瑰吧。好，您脖子上的项链可真漂亮。你要多少朵玫瑰花呀？谢谢，不用了。喝一口吧。哎，甜甜，我来吧。又来献殷勤。这段时间，谢谢你们了。是该谢谢晴川了。
几天几夜，睡都不睡。你一直都没睡，哪有时间睡呀？你睡的时候，他就在外面守着。你一醒过来，他马上就跑过来了。你还好，你恢复得快，要不然啊，他都准备守你一辈子呢。喂，你乱说话不怕闪了舌头？我没事儿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不用。思远他来过吗？他最近忙，他让我先来。别骗我了，想想都知道。你几天没睡了？别听甜甜瞎说，你别信。你这样，我很有压力。我真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我好多了，有甜甜在就行了，不需要那么多人照顾。怎么，下逐客令了？你这样会伤着自己的。喝吧。甜甜回来了，哎，甜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照顾新月吗？妈，这两天你帮我去照顾新月吧。怎么了？你跟新月怎么了？没有，这两天我有点累了。你们今天早上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们俩吵架了？没有，我先上去了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以后啊，千万别在外面住了啊。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，我不同意。这样就亏了我们甜甜了。你太计较了，人好就好了。哼！哇！跟妈妈说说话，嗯。你跟新月之间发生什么了？妈妈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没事儿。真的没事儿？你们俩是多年的好朋友，如果没事儿，你能从他家里搬出来，
而且现在心月生病需要人照顾，你都不管了，让妈妈去，真的没事儿？是因为秦川？妈妈，我早看出来了。这几天秦川鞍前马后的去照顾新月，我看你在一边都不怎么说话。我是你妈妈，瞒不了我。妈妈，我觉得他们这次会在一起。为什么？秦川无微不至的照顾新月，他总有一天会感动的。那思远呢？别提他了，他到现在连人影都还没出现呢。怎么？他没去医院去看新月？他会去才怪呢，他就是个冷血动物。看来他俩是真不能在一起了。天天，新月那边呢？你还要去照顾他。你们俩是朋友，做人要大气一点，嗯？我不想去了。听话，啊！明天呢，妈妈煲点乌鸡汤，你给他带过去。妈妈，我不想去了。别犟了，你听妈妈说，感情的事情，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处理，你逃避也不是办法呀。要去面对，明白吗？妈妈，你已经不小了，应该懂得自己去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。汝窑，我有，当然有了。真的真的，没有假货，没有假的。哇，我林华不收假货的，改天我给你见识见识啊。那就这样啊，再见。回来啦。哎呀，你去找个新月吧，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。是，我找新月去拿合同，但是我没想到她因为这件事受伤。你怎么能叫个女孩去做这种事呢？哎呀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原谅我一次，一次。请原谅我一次吧，孩子。你看，合约拿回来了，是张明给我的。张明为了这个合约花了多少心思？他为什么要给你？嗯，真的是张明给我的。那他为什么要给你？梁新月，梁新月跟甜甜是好朋友，对吧？甜甜为这个事差点跟张明闹翻了，所以张明就把这个合约给我了。就这样？是啊。新月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苏安，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喂。喂，喂，
怎么了？你不是应该在照顾心月吗？明天你去医院照顾心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既然他那么爱你，我放弃了。你说什么？其实早就该来找你，只是下不了决心。从我知道他帮你去拿那份合同的时候，我就决定放弃了。他为你做了那么多，既然他那么爱你，好好待他。可是我又是苏安，对吗？你别总活在自己的那点痛苦里行吗？新月为了你现在都在医院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要是男人就去医院照顾他。东西我都给你买好了，明天和我一起去看他。心月，思远来看你了，他有话跟你说。好了，我不当电灯泡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也不当电灯泡了，你记得给心月喂汤哦。坐。你走慢一点啊！哎，你还真够哥们儿，真够义气的。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，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明明心里就很难受嘛。没有的事儿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你就装吧你。哎，走，我请你喝酒去吧。你秦川让我来的。原来我还是空欢喜一场，忘记一个人真的那么难吗？对我来说，苏安离开我的时候就像已经死了一回一样。我这次应该也像是死了一回吧，好不容易抢救过来，医生嘱咐我不能随便下床，不要激烈活动，否则很可能会复发，也许就没命了。以我现在的状况爬上石景山跟你忘记苏安，哪个更难？这没什么可比性。那就是差不多了，就是说如果我能爬上石景山，你也能忘记苏安。吓坏了吧？开玩笑的。
叫婷婷回来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电话给她。再见。再见。别忘了喝汤。你怎么啦？刚才不是还挺大方的吗？现在又开始郁闷了。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喝酒解闷儿的。行了，你在我面前还装什么呀？要不这样，你喝多少呢，我就喝多少，我陪你。一个小丫头片子能喝多少？干杯。在十字路口，心情在四处飘摇，告别曾经的温柔，让一切再重头，收拾曾经的心情，让幸福在四处飘摇，忘记曾经的逗留，改变一些节奏。寂寞说分手，
快乐谁懂够？如果说曾经是拥有，又何苦回头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我还问你呢，不是让你照顾新月吗？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，不说他会打给甜甜吗？他没打给你啊？那医生护士问过没有？问了，都说不知道，连手机他都没有带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打给甜甜啊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行了，都别说了，现在找人最要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去他家。彻底放自己自由。和寂寞说分手，和快乐say don't go。如果说曾经是拥有，又何苦会泪流？和寂寞说分手，抛弃所有的所有，原来曾拥有的一切。新月，新月。新月，他根本就没有回来。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以我现在的状况，爬上石景山，等于忘记苏恩，哪个更难？该不会？还是又想回头，那就承受更多的难受。新月，我做到了，其实做到一点都不难，难的是迈出第一步。我可以。寂寞说分手，抛弃所有的所有，原来曾拥有的一切全都可以放弃。我的自由，我们走吧。你成功了，都可以放弃我的自由。小心烫。终于可以出院了，七月，恭喜你。谢谢。本来呢，想接你去我家休养的，可是我家没地方。你想得美。那就只好常常过去看你了。好了，我们的任务算完成了。哎，要不要我再搬过来照顾你一段时间啊？你傻啊，要搬也是思远搬呀。还想当电灯泡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差点忘了，现在有男朋友了，就是不一样了，不需要我们了吧？是不是希望我们马上走啊？你们俩再拿我开心，小心我收拾你。好了，走了。走了。哎，秦川，谢谢。心愿，我以前不用说了，我理解。我扶你回屋休息吧。
喂，思源。啊。啊，你吃过饭了？哦，同心月一起吃的。啊哈哈。啊，没问题。啊，你放心，我早吃过饭了，我没等你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啊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好啊，有新的开始。哦，饿死我了。谁呀？这，哎，喂，你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丽华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开门，林老板！开门吧，林老板，我听到你电话响了。林老板，苏安，现在不肯见我了？不不，没有，那个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想你就找到你了。现在在哪儿发财呀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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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你先走吧。怎么了？交新女朋友了？哎，有有一大堆。你给我站住！开门！你到底什么人？开门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把苏安给我叫出来。你跟苏安什么关系？你少废话！我刚才看见他进去了。开门！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坐坐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哎，思远，你，林华，以后我再也不来找你了。哼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说那个人是来找苏安的？是啊，刚刚肯定把那个女人当成苏安的。爸，那个女人又是哪冒出来的？她是我以前的朋友，好久不见了。她现在顺路经过来看看我而已。啊，好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倩倩，不然很麻烦的。那个人是苏安的什么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段时间他一直盯着我们，好像觉得苏安在我们这儿。苏安，他去了哪里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事情越来越复杂了，苏安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？不可能，苏安他是自己要走的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他会事先告诉你吗？还是不放心。你刚刚从什么地方回来？新月家。现在新月是你的女朋友，苏安好不好与你无关。可是什么？你答应过新月要忘记苏安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肚子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说分手，快乐随风歌。
在十字路口，心情在四处飘摇，告别曾经的温柔，让一切再重头，收拾曾经的心情，让幸福在四处飘摇，好吧，忘记曾经的倒流，改变一些节奏。寂寞说分手，和快乐 say don't go。 如果说曾经是拥有，又何苦会泪流？和寂寞说分手，抛弃所有的所有，原来曾拥有的一切全都可以放弃，我的自由。